天的午后雷阵雨真的下得非常大，造成很多地方都淹水。那么今天同样也要注意哦，虽然说水汽比昨天减少了一点点，但是看到雷达回波图就可以发现了，整个西半部地区，尤其是中部以北加上山区这边的话呢，水汽密度相当的高，所以中午过后就出现了大雨。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的累积雨量图，其实就在刚刚六点为止呢，像是新北市的三峡累积雨量就来到了151毫米，已经达到了豪雨等级哦。那么像是台中市累积雨量也来到130毫米，雨势相当惊人，而且时雨量都来到了70毫米，所以提醒低洼地区的朋友一定要小心淹水了。那么像是桃竹苗地区，其实今天的累积雨量也来到了100毫米以上哦，都是非常危险的。那气象局呢也发布了，像是中部以北就发布整个是豪雨特报，那么中部以南呢则是要注意是大雨特报，所以今天到晚上为止，整个西半部地区都还是要小心瞬间大雨的。那么上山山区的话呢，这几天连续的大雨也要小心哦，像是土石松动就会比较危险一点点。那么其实水汽来说，相对来讲一天会比一天更减少，明天基本上就是好天气了。我们来看到明天的天气状况，其实可以看到白天都算是多云到晴，但是中午过后就要小心会有一些零星的午后雷阵雨，但是雨势来说会比今天小一点点，而且持续的时间也是不长。明天白天会有阳光露脸，还算是蛮适合出游的天气。那么温度方面呢也稍稍回升了，像是北部地区来到35度，中部南部还有东部地区也有33度哦，算是比较闷热，所以提醒大家了，如果想要出去玩的话，记得把握明天周休假期的好天气。那我们再关心一下明天详细的温度预测，北部地区26度到35度，降雨几率是10%到30%；中部地区25度到33度，降雨几率是30%到60%；南部地区25度到33度，降雨几率是30%到50%；东部地区25度到34度，降雨几率是10%到30%；外岛地区25度到32度，降雨几率是30%。那明天开始的话，水汽减少，白天都算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，而且呢温度方面也稍稍回升了。如果明天的话要出去玩，记得小心会有一些午后的雷阵雨。那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。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气象资讯。